我今天到场馆的又是两位老朋友，一个是郑宗哲，一位是张仁伟。我这两位都是普门中学出品的优秀的选手。那他们今天两个来，主要是要来做我们所有打击的一些测试，包含 Heatrex、Rapsodo 还有 Blast 还有 K-Vest。那 K-Vest 的测试呢，我们之后会拍一集来跟大家介绍怎么使用，还有他收集的哪些数据，然后我们在训练上实际的应用会长什么样子。71.3。74.1。Pelvis、Torso、Arm 跟 Hand 的速度，然后旁边是Sequence， 你的一二三四是哪一个先？那个顺序。对，先转的它就会数字越小。然后等一下结束之后会有图表，会有一个 graph， 就是你的什么时候开始挥，然后你的所有时间在哪个时间点，身体什么角度，全部都测出来。好，所以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完整的图表给你看。
海角真的啊，不好丢。还是我先好。上面有摄像头。133，我靠，太快了！我上去又吸了，我全出了，我全出了。应该可以17秒，真的假的？因为太早，早了一点，太早开了。对啊，按照我应该要这样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后脚在控制重心的能力啊，因为你看现在你的重心移动都是逆着这走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往下踩。然后还比较理想，就是抬脚起来下来，这个重心是沿着这个斜坡下。哦，所以我这就是野手跟投手的差别。对，因为你们都在平地丢。哎，帮我，那我再丢一个。对，还是跨平的。哎，我看 Verlander 他们在丢都就是会这样哎。对。那帮我吃一个看看。掉到9点，有可能哦。你要掉到150，我就不小心就要改投手。180给你打。